吗？有。有啊。不能玩，那也两千两。这个抹茶泥为一千块钱卖，好的。飞机两千块的，一千块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来。这两个人的人家飞机啊，一千块。我知道你本来想买500，我知道。他买什么帮忙讲？我买500。还是要结两千五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下了花，我就买了。那人家哪有人招收人靠买钱的呀？他这样我是富贵以下，富家以啦。这餐厅吃一杯我开偌济，一杯无，你去广告买一杯啊？快点啦！沙路可以直接到，是哦，是哦，八点五十就对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时，直接到哦，是哦，我以为海鲜要换车哎，现在呢？坐那沉水线，哦，就是你不用下车就对了，拜拜，都拿到了哈，有一个东西没有拿到，没办法，来。现场没有，你要现场拿哦。我可以帮你留货，我可以帮你留货。我有留两个。有。一份水饺。水饺因为，对，然后。两只锅鱼。火锅鱼还没有，还没卖。两只鸡柳了啦，你是文巴马对不对？对，那个五锅鱼怎样？火锅鱼啊。奶油鸡蛋。你干嘛？来过饭，先卖不要做钱。那我们有寄过物啊。哎呀，我们有寄过物。哇，那就剩两只鸡了。那
我看他在卖。我姐还没来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他有啊。还有啊。哎，那个。对，我姐还来。好了了呀，对啊。啊，这只一千块人还无？好多啊，红条拢有人，红条嘞。我红条嘞。在那里呀？啊，我冇喂你。嗯，奇怪。不信。后面人包了了呀。哎，是这边你包喂啊？啊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买的吼。啊，这没人来哦，这样叫啥？拢我去啥？拢我去三千啊，啥？两千五了。没人来。啊，是买两只一千啊？两只一千，几多啊？你买两只一千块，你红掉了。哦。两只一千块。你两只一千？上侪无买一只五百块来。几多啊？上侪买一只五百块。好好。五百一个，我大了五百来，这边来。快点买红条吧，五百块一只脚的，一只五百块。信芬，你要这个吗？红条来，一只五百来。这个信芬一定要的。五百哦。加加加。信芬超。信芬喜欢这个。红条。富贵。富贵鱼的口感。快点买红条哦。汉森，你的东西好像只有留到一个东西哦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啊，这尾红烧鸡，这尾多少来？这尾一千九百八，这尾红五百。这一只也五百块，还是才八百，才八百，这个无同的，这个嘛是哦，嘛是红条石斑的一种，你无人爱哦。这个多卖，一只是八百块，这只八百加千块，八百加千块，八百加千块，两千三啊。啊！伊讲偌济？八百加千块啊！诶，两千三啊！啊，伊讲偌济？伊讲千三。哈哈哈！那我几岁了？几岁了？两千啊！也两千块了。我辛苦啊！现在两千块了。你看不，这半浪去两千块了。两千块，这半浪去两千块了哎。哇！我阿哥。兴奋好想要，兴奋好想要，兴奋好想要，兴奋啊！来买不来一千？兴奋好想买。哇！兴奋好想要。是啊是啊是啊。你要开车。叫鲍鱼的啊。兴奋好想要。鲍鱼等于做鲍鱼卖了，鲍鱼街拢会知。经过店啊，店员叫店员甲退冰，我们也煮来吃啊。吃起只卖百块，两条卖四条，啥来？我这只三百块了。这五条三百，这个扣三百块啥来？那两条有没有人要？后面，红条有没有人要？要不要帮你留？你是啊？啊，来六块三百来，来包一个下来，你。那一盘两千有没有人要啊？那一盘两千有没有人要？三百块没人买，三百。啊。可以，单位哦。卖鸡卖鸡。包鱼饼鸡啊。包鸡下来，鸡下来啦，对哦，加土鸡啊。我帮你留两只哦。两只两百行价啦，行价就平说，我现在一只现在三百了，二百五啦，两百五，把人买来偷鸡啊，一只二百五。加砖啊咯。好啦好啦，红砖啊咯。红砖啊咯。一只来二百五来，我过来买啥？两百五，二百五你要鸡，一只二百五人来无？两百五二百五。生意好啊。来旁边来。还是更便宜啦。汉森，我看一下哦，你的手卷只有留到手卷哦，那个鱿鱼花没办法不够留，然后无锅鱼卖完了，无锅鱼卖完了，所以只有留到，只有留到手卷哦。来，是够有人来无？差九千台有水啦，啊，接下来我这钱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三百块了，三百了，两百了啦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来四百，来先购买两百。加门加门，不是你的工课诶，是算是诶。两份吗？算是出来吃手卷。哎，这样吗？这我搞完啦。第二麦。来两百个人来哦。Okay.
鱼啊来。好看。啊，来来来来，龟骨啊，龟骨。哦，龟骨来，先帅鱼到人来。帅鱼我先问一下，问龟骨来，帅鱼到人来，四条500，好讲地水啦。袂求水的哦，清蒸鳕、豆腐鳕、四片500块。四块五百，我紧来，我问者，四块五百。鳕鱼啊，紧来，紧来，叫叫。鳕鱼。四块500，我问者。你空气啊。来，鳕鱼，现在4片500块来。四块500，我袂求。来，给你。我这不是最帅，无人来啦哦。4块500。加。鸡有杀好，有毛毛也拔好了。来，我现在来4片500块来。叫鳕鱼吗？鸡没杀好，它是活的，才没杀好啊。不然怎么鸡有没有杀好？你个人问鸡汤，鸡要开不？小帽底下不炒。对啊。青鱼片还有吗？青鱼片。青鱼片还有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了。龟鱼先卖来。够吧。你这个。龟鱼够了吗？反正你问这个还好。去年还有问说，啊，你鸡汤的鸡啊，刚抬好啊。你也讲一杯，你也拍开哦，个，来，过下来，来过一个下来，一袋500好，啊后面后面，来过来要过一不？先。来，来过一不？4片500块。很哇哦，来龟骨来，哦，这国语，今天是国语，今天是国语，哎，接下来来，贵人给100了，200块，没得啦，没得嘛，200，我 BA 的，哎，我就说嘛，我就说兴奋很受欢迎，啊，好啦，一百啊，我 BA。看到火鸡就会兴奋，然后就买什么两块，怎么样？再两块啦！不要开车！不要开车！两百的，这个快点两百的，看我啦！俊奇找。等一下，兴奋会打我们。火鸡，兴奋，好想要哦。你可以看你要找博哪还是现场都可以，你就去到后面拿就好了。这边一道来，我包好了。还有咸猪肉吗？咸猪肉油来，猪肉油。有啊有留啊，留两只啊。来，过来，我一道我春节俩来，我包好，我两个500块，我包，然后两房过来。鳕鱼。好，帮我点。鳕鱼来。来，过来个鳕鱼吧。哦。拜拜。来，鳕鱼弄我哦。来，我你给我捡咩鱼啊？红盘。珍珠，哎，珍珠9番，珍珠10番拿来。这只哦，我来讲，这只9番鱼，我要揣一只那种海里啊，我来一只200。啊，小华，等一下。就四个人起先的啦，一只你要五两只小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一块500块现在来两只500，想买3只500好了。我不高。珍珠斑呐，5番、7番、10番、珍珠斑出来。方便好萝卜糕吗？好，帮我挑一份。我奶，帮我挑一份，100。我招三个人，给他们准备过场一下，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。500了，500块了，4只500好珍珠斑鱼了。好，小王过来，小王过来，小王过来。我4条500。小王可以过来了。珍珠斑过来，珍珠斑。你把鱼这排过贵啊嘞？
来，真的，真的。最后一个我要500来。来，500块无啊，最后一个给你了，500块。找你钱。500块 ，OK。500块，哦，对。好，我拿鸡再留一只。鸡再留一只。哎。汉森帮你留鸡了，红盘，红瓜，来红瓜啦，鸡帮你留一只了，红瓜等下你搞煎煎就好吃了，煎煎外面啦，红瓜来，这当年在冰箱你讲可以吃啥？这对我其实好少钱，400了，300红，来200了，200来，较大只哦，伊的200来啊，降低吧，我看一个哦，好一下。能放凉了。我帮你讲，你要咸猪肉是不是？我问一下我。咸猪肉还有吗？有啊，几片。来，能放来个线，能放好。几片咸猪吧。来200块，能放好红瓜200，能放无人没有。这好吃无啦。好。这顿去用菜刀过过掉啦，这种哦红瓜哦鱼蛋都有哩，菜刀了过过掉，免讲买泡鱼蛋了。我爸，你剩500，我买买。哎，不行了，你。你也去笑。快先给我看了。哎，员工我啦，安排人了我啦，安排人了我无吃咖啡，你来安排人了我。还有很多。这安排人有人来无？哎。阿妈人水的啊，阿妈人若无醒吼，规只咯，目睭都无啊，目睭都破去啊。啊，食阿妈人啥？这顿去哦，鼎料有济，这只哦足简单嘞，鼎有济吼，开甲变起来。无你顿去哦，菜刀料两寸啊，对啊，买料只个料两寸啊，对啊，买料只个料两寸啊，为只哦，为只背只个变起来了，为只背只，还有耐心咩？哦，为只个变起来。背啊。系，背背，还豆豆背。哦，你要白切对无？用加刀加，你用加刀较好，用加刀去切尔，你豆豆加豆豆加。六千七。六千七。你来我六千七，你来我嘛。哎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足简单嘞。来，我照煎起来。转去我会用上简单就是鼎，了有一啥物有一哦，分落起。来，我照煎起来。要食啊，紧下来啦。阿万年，咱莫搁算食啦，我只剩只甲分分条条啦。四个人客，五个人客，我招你个可能了。六个人客，还要招你500，招你400来。你有想要吃300块，想要吃300的？300块，啊，这个分分了完了，300块来，300。来，阿妈人来，阿妈人，阿妈人，人讲吃咖啡的。会去玩一包吗？哎，让我领了。几包的？300块，是400还是450？400，对。500斤，要不要？没有。那个绝对会300。你有想吃五个客人也无啦。有，少。去不了玩无了。200了。有。进来没有？来，两个。不多位吗？来个200号下来。进来啊。安排人无人来哦。哦，红旗安排人不要接。200块尔啦，来最后搁两个人起来，200块阿妈哩，阿妈哩200，好不好？最后搁一个无啊，200块，200块，200来，200块无人来，200块200，我哩买2分，这分搁卖你搁100嘞，100啦，100啦，过一头过一头过来，过一头来。龟头，这空的龟头，哎呀，空的龟头，这金丝丝哦。哦，开车哦。这大条你也买，一条好卖啊，缝到好卖，开你也买。一条你也讲2条500，3条500块钱，4条龟头3颗500块。4条500块大条的啦。2包3包。500了，大条现在龟头。1包一定要2包。两包多少？那个两包多少？龟头没了，我今5条500来了。100块了。他2包。这你问龟头呀？找找，找找。